废水、架动率、环境维护、人员成本、机台维修、添购新液、高频率换油成本。切削液的选用至关重要，想省去不必要的支出吗？让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吧。我们在选购切削液时，除了最主要考量的加工条件外，油品的价格成本也是影响我们选购的因素之一。但计算成本不能只有油品价格，还要把换油的频率所需要的人力成本跟换油时间产生的机会成本纳入考量。此外，还有处理废液的费用，以及切削液对机台、刀具、工件的损耗，这些都是在选购切削液时要注意的重点。而矿物性切削油虽然价格较低，但若拉长时间轴来看，这引擎的成本所浪费的费用会非常庞大。选用不适合的切削液会产生许多加工问题，像是如果水质跟切削液不适合，那膜加工过程就容易产生水皂垢、油水分离等现象，影响加工的稳定性，降低加工的产能。另外，它也可能产生大量的泡沫，使清洁的负担增加，甚至出现切削液变得粘稠，导致机台故障的情形。除了上述可能发生的问题外，若使用矿物性切削油加工，由于它本身结构不稳定的关系，它的寿命短，需要定期更换油品，而每次换油都要负担处理废水回收的费用。这样零零总总算下来，使用矿物性切削油也不见得是最划算的选择。如果不想支付额外的清洁和换油费用，那么选择适合的切削液非常重要。每颗 MCM 植物性高效切削液拥有独特的植物配方，可以有效排除水皂垢和油水分离等水质引起的加工问题。此外，它不但能减少泡沫产生，帮你省下清洁的时间和费用，还不会有加工时变得粘稠的情形发生，可以有效延长机台的使用寿命。最后，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它的油品寿命非常长，只要按照切削液维护 SOP 进行管理、使用及保养，它的寿命甚至可以超过5至10年之久，大大减少了处理换油的费用，帮助您提高加工产能。选择产品时，不仅仅是考量价格，更应该关注它所带来的附加价值。每颗 MCM 植物性切削液以其卓越的性能和长期节省成本的优势，成为您工业加工的不二之选。选择每颗，成就每克。 Your success, we make it happen. I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MCM Super.